妈咪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画画吗？可以啊，你要画什么？我的愿望。鼻子像你我耶！在充满爱你的们家庭看，长我今大。天在学校画的。哇，你喜欢大房子啊？再后来，我的梦想是住进大房子，想帮他们分担更多，照顾他们的健康。这个嘞，好对身体好，记得喝完了。给他们过上好的生活。你忙了这么久，休息一下啦。我以为这就是爱的方式。等到他们都不在了，我才意识到。妈咪，你不是喜欢大房子吗？